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 今天呢是元宵节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哦。今天来开个箱吧，我给鼠来宝跟西米露的买的垫料呢到了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次呢我买了踏式的纸棉来试试看，这款纸棉呢感觉就像是那种棉花一样的，听说吸水性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保暖性应该一般，我会做一个垫底用。这一款呢是松木的一款厕所的垫料，说是天然的松木，然后呢吸湿除臭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它有好像有一些粉尘，到时候用了再告诉你们好不好。然后这个呢是就是纸棉了，我之前都是用 RM 的纸棉，然后这次我看到它是这个纸棉，然后我想试试看，买了三种颜色，颜色都是小清新的。然后就是买了好多好多的棉球，上海的天气还是冷热无常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然后这个小棉花呢还是要用的，然后买了好多，囤了好多，就是用不完的话到明年也能用。今天开箱呢就是都是垫料，养小仓鼠呢这些都是必备品，都是一些消耗品，所以呢有活动的话大家都可以囤一些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拜拜。